潮汕，我们台湾的前五、前六强，打悠悠，悠悠如果赢的话会是那个 upset。Harry 没有 partner stop。我觉得这个 matchup 应该是弟弟赢。嗯。他有很多他的 kit， 他的工具箱里面有很多是面面不喜欢的东西。因为这 matchup 要练过。对。弟弟是一个。对你不会打你不会打弟弟是很可能。你非常非常有可能不会打弟弟的。漂亮的抓、嗯、哦直接抓他那个、哦、这个是我觉得 DD Kong 的 Trump Card 应该是说他的 OP 的逆转技、嗯、但你现在用其实对方之后最后面会有会提防会提防的我看很多强的 DD 类似 Tweak 他们都是存在最后一刻、嗯、或者说他们真的就没辙就是哦我一直收不掉这一命 我一定要我的 Trump Card、嗯、我宁可那堆火力超强他不知道他范围还有力量都超 OP 对对、啊、对速度也是，对啊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个距离会有个击杀技，那其实就是你要准备好才能反应到的。对对，可是就是他们会在特别等这种东西。对啊，而且如果你今天很少看、很少打弟弟的话，你真的，嗯，根本不知道那时候按防御，也有时候也不知道他飘多久。对啊，他在那里飞团飞回来，然后他的判定又很高，所以你刚好跳、嗯，你就算没在地上，你还是被炸到了。对啊，还是会被炸到。目前潮汕算是很大的领先了。嗯。啊，这个是面面的最容易的杀技。嗯 ，mega 瓦，对 ，mega 瓦内尔，很多面面不管什么等级，在那个高趴就是跳内尔，跳内尔。对。哇，这边这个会送出去哦。哦，这边那个这边就没有防了，防到底的话，可能那个又就死。哦，这个 percent 还蛮近的、哦。嗯，有点危险我的位置。所以我这边如果刚才有打了，啊，这是等了。啊，那个 down smash 算是不错的选项。又来一个。我觉得至少在设计上，我觉得 Diddy Kong 要收一些 percent， 因为你是坠机，你是那种脸撞到地板烂掉，我觉得 Diddy Kong 如果吃个15%，也是合理的。像那个 Fire Amber 那个，他们会自己炸自己。对啊，你搞不会。不过完全平手现在。对啊，我现在就这样可真平了，算个平。对啊。哇，这是转了抓抓了一套，反正很近哦。Hair Yuri 三号 ，Hair Yuri 三号 ，Yuri 三号，我看到 Hair 了。大家在移动的时候，小心不要动到其他玩家哦。好，吃到香蕉。有人叫 Yuri 吗 ？Yuri。哇，这可是有点危险。第一副 Diamond 四号。哇哦哦！刚一次想要再炸第三次哦，可是这是不会中。Yuri。哇！可以帮我问一下 Yuri 吗？好，没有，我这本身危险哦，现在反而是有优伴有本身优势，有优小大一三，打我人第三次，我看我这个反向的，哇，这上面哇追回来，对啊，有优刚好处理蛮有趣，他在他面前丢了一个，之后反向再打一个，我两只手刚好 cover 180度，就是前后都有，其实刚刚那个。有一点经验的话，会知道那边要防御。嗯，对，我觉得刚刚潮汕最后一点没有在管面面的武装有哪些。我刚看到那个第二拳来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哦，应该要防御，因为你挥空第一边，你卡在那边的时候，你唯一的选项是挥第二边。对啊，就很放很大，可是那是他好像唯一可以比较选比较好的。对，我觉得有这一份很重要，因为打的是很强的玩家啊、哦。对。等等，贝尔，那个 Yuri 来了。
去哪里？等他一下。哦，来到套完尸体。这场地其实我印象中对面面是蛮好的。不过超人选择应该有他的理由，他的我觉得最后应该是草场越来越打得保守，嗯，让悠悠打开，嗯，就掉了那场，对 A 到进，哦，我但现在穿过去。反而把这放到劣势里面，好，前丢困在稀有里面，嗯，哇，这选择用 down smash， 哦，这 stop 现在受不掉。拜拜，哇，好，这死了。跳进关一号。哦，好，这本身拉起来喽。踢掉手。嗯。我的 mega bot。嗯。哎哎，那个，你给我拿一下。哇，还不够。对啊，那边都要吃了两次了，没死。哇，这喷到位置没有抓对，那是面面的守备范围。你宁可下去。突然自己被那个喷到都完蛋了。下去后他也有那个啦 ，Ren Ren 的机器，其实也很讨厌。谢谢。哦，哎呦，哦，等着抓好，哇，完蛋了。嗯，悠悠刚那个 Advanced State 处理非常好，哦，那边超闪选的往外，就是悠悠他那边直接 cover 正前方，是不是直接收掉？哇，哦，非常漂亮。哦，对，现在 哇，这再也没用了，已经失去了 surprising factor。对。刚才这个 star 本来超人是有优势哦，可是那边就是由他最后那个 element 真的退得太漂亮了，直接抓到一个直接收掉，现在超人反而杀不掉他。哦，吃花生，哎，吃花生壳。刚刚那个 L 大招就哇哟，好像大不妙，很不妙，对吧？哎，五分，五分的 out of shield， 很强，又可以杀。对，好打 percent，嗯。哎呀，他我觉得他做 combo 失误，但是没关系 ，reset。好，追回来了，追回来了。但是很难讲，面面的破坏力很高，尤其是手边的时候，不小心背包被打掉就完蛋了。啊，通常他只要进 element 之后，那 mega wall 就是收命神器，对吧？好，两下，但是因为是用 tilt， 所以可以跳。哇，哇，怎么不会吧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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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真惨死！哇，有点可怕。很危险哦。嗯。还没。哇哟！哎呦！哇！我们恭喜悠悠，嗯，恭喜悠悠。最后那个 trade 很漂亮，他在那边丢和还没丢，他就已经被换死了。嗯，真的是手超长。